展示第一项花式台球，两位谁先上？谁先来展示一个？我是我们队唯一的男生，我先上。请。哎，跟我一样哎。对，唯一的男生，你好，你好。好。没看过这种摆法，我也是。就说他造型师了吧，摆了那么多造型。现在呢，就是白球要击打一号球，三号、五号进中袋，一号进底袋。白球用高杆画一个直线，把洞口的七号球撞进，然后八号、九号分别两个中袋。啊啊！你是说球全部进袋呀？不但是全部进袋，而且每个都有不同的指定的袋，不同的袋。要来了，要来了。你看他打完那一瞬间，其实是自己心里应该也会有一点开心，但是在他脸上是看不出来的，淡淡的冲你们。内心戏比较强。对，没事没事，队员们没事，这种东西我们做得到，好不好？我们也可以。我们不担心啊。来来，加油！这个我是先擦汗。好，接下来是莎莎来一个，是不是？好，表演一个比较眼花缭乱的花式。好吧，眼花缭乱的花式。何老师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艺人帮我补一下那个球杆。哎呦，对，你特别喜欢的艺人。最喜欢的是谁呀？谁呀？亮亮，你觉得会是你吗？当然就是我了。那还用说？喜欢你什么？他喜欢我的所有的一切。哎呦，我天哪！你太恶了。艾拉会不会是你？我觉得一定是我。怎么说？因为他从小就听我的歌长大。龙哥，你觉得会是你吗？他家里的长辈应该是听我的歌长大的，所以他对我应该会尊重一点。好，我们天生巨基会是你吗？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应该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。说得非常好。好，我怎么扶这个杆啊？我们请莎莎来揭晓，到底是要谁来帮你扶这个杆啊？估计这个杆。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看《情深雨蒙蒙》，然后当时姐妹们的男生欧巴都是叫一个何书桓的一个。你好。我应该做什么嘞？手放在这里就好，然后可能等一下会有球杖过来，你就手松开就可以。OK。对。哇，我的作用真的很大，我看得出来啊。就扶着杆。